为了帮助世界有志之士来实现梦想，为了大家的健康美丽来助力，惠邦贝恩正式的在美国洛杉矶开业。对于这一次重要的举措，对 HBB 品牌来说具有重要里程碑的意义。今后将会陆续展开更多的实体店面，为用户提供便捷而专业性定制化的美容健康体验。HBB 美国洛杉矶启航展示店坐落于华人华侨最最集中的圣盖博商业区，开幕当天迎来了各界人士热情参与，场面非常热闹。HBB 公司创始人菲尔表示，我们的 HBB 是提供国际标准的优质安全产品，永远把大家健康放在首位。我们的所有产品都是美国 GMP 生产，达到 FDA 标准。我们的护肤品 Benspa 达到 NDC 国际药妆标准，用日常护肤的方式改善和解决皮肤各类问题。祛斑美白在美国 FDA 指定的实验室做的产品成分的检测报告，希望给广大的消费大众最真切细致的贴心服务。同时呢，我们也传递爱心，传递美丽，传递健康，传播正能量，这是我们公司的宗旨。所有的全国各地，这是全球的代理商们都在做着同样的传播爱心和美丽的工作。那同时，我们这个 HBB 的旗舰店10月29号在北京开业典礼，我们呢在全国各地已经开始加盟招商。那我们也同时成立了我们基金会，在成长的道路上不忘初心，回归社会。我们想通过我们努力呢，把我们盈利的部分拿出来，会给社会上的弱势群体进行捐赠。HBB 惠邦贝恩旗下的各类产品增添细胞活力，还您容颜美丽。博士润滋养保养是肌肤年轻的秘诀。走一趟惠邦贝恩体验店，让您保心容颜，定格美丽。Benspa 滴滴精粹，让您的美由内而外散发青春闪亮，光彩照人。HBB 美国洛杉矶圣盖博旗舰体验店咨询电话626-205-5588，就在圣盖博广场2楼，地址227号 W Valley Boulevard 228A 号，在 San Gabriel。中天中望采访报道。